今天来先来个虎皮青椒啊。啊。谢谢叔叔阿姨给我爸爸点活鸡，爸爸我也想吃肉。你要吃肉，你拿个盆过来。嗯，好。孩子也馋了。这是皮蛋。你要吃肉啊？吃肉瘦的给你吃，爸爸吃肥的哈。等一下，爸爸先咬一点，你咬开啊。咬不开，等一会儿我先把这个肥的给你吃掉啊。嗯，来，过来，瘦的给你吃啊，是。嗯，培根。